为什么不能关灯玩手机？专家警告，关灯玩手机会加大眼压，眼压过高会导致近视。手机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，很多人玩手机也玩出了不少危害。就拿晚上玩手机来说，一些人喜欢把灯关了，躺在床上看手机，这其实是一个对眼睛非常不好的行为。关灯玩手机很容易增高我们的眼压。什么是眼压呢？其实眼压和血压是一样的，眼压是眼球内容物作用于眼球壁及内容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压力。正常人的眼压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，以维持眼球的正常形态，使各屈光介质界面保持良好的屈光状态。眼压主要是由防水产生的，在黑夜中玩手机会使得我们的瞳孔变大，进而改变眼球的形状，这个时候眼球的防水就开始增多，对眼球施加压力，最后我们眼睛的晶状体形变能力就会下降，这就导致了近视眼。很多学生在中学时上完课会休息十分钟，每天还有眼保健操的加持，缓解眼球压力，还不至于导致近视眼。到了大学，寝室熄灯以后躺在床上玩手机，把自己的眼睛搞近视了，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。上了大学按理来说比高中轻松一点，很多学生却在大学戴上了眼镜。不明真相的家长还以为自家的孩子在学校多么刻苦用功呢，其实就是不好的用眼习惯造成的。根据柳叶刀发布的一项医学文章显示，光压对晶状体的形变有很大影响，长时间在黑暗条件下盯着明亮的物体会使得晶状体变凸。在关灯的前提下，手机光源相对于周围环境太明亮了，正符合这篇文章的描述。有这种习惯的小伙伴应该赶紧改掉，保护自己的眼睛，防止近视。为什么有些人双眼的视力不一样？专家表示可能是关灯玩手机造成的。我们已经知道关灯玩手机会加速眼睛晶状体的改变，会让人变成近视眼。有些近视患者的双眼度数不一样，很可能就是经常睡前玩手机导致的。一般来讲，眼睛长时间盯着一个物体，时间长了都会引起近视。比如说看书写字，书本对于两只眼睛等距的，这样造成的近视双眼度数差不多相同。晚上玩手机可就不一样了，没有人会一个标准姿势双手举着手机刷视频，基本都是斜躺的，双眼也不可能像坐着那样保持标准等长视距。如果有人不相信，你们下次侧躺在床上玩手机时用尺子量一下，看看两只眼球到屏幕中心的距离是否是一样的。有小伙伴要问了，不一样会有什么后果呢？这不一样的后果可就大了，很容易造成双眼近视的度数不一样，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大小眼，一只眼睛更加突出，还有可能导致双眼不能聚焦，因为侧躺玩手机，两只眼睛看手机的角度不同，这样就会两眼的眼球聚焦的角度不同，看的时间长了再看其他物体就会产生散光。最奇葩的是侧躺着玩手机会让人获得侧视的能力，当然这种能力是不好的。医学杂志表明夜间玩手机能让人变蠢，这是真的吗？不久前有网友发布一条动态，上面引用了一篇医学杂志论文，核心论点是夜间玩手机让人的大脑变得迟缓，白天工作效率降低，思维变得迟缓。很多熬夜党直接破防了，单方面宣布这个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是伪科学。但是事实胜于雄辩，我们且不说玩手机了，就是躺在床上失眠了，第二天起床都会感觉头脑昏沉沉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，干什么都不在状态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感觉，熬夜玩手机越玩越精神？其实这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手机上的各种信息刺激，导致多巴胺分泌过多，大脑处于亢奋状态，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困，迟迟没有睡意。有些人不自觉就玩到凌晨三四点，这样第二天早上再起床工作学习，哪里还有精神可言？晚上熬夜玩手机的一般只有两种类型，一个是看视频或者聊天，另一个就是玩游戏。现在的媒体做视频都讲究一个语，不惊人死不休，开发游戏也讲究惊险刺激，这些东西都能调动人体的激素分泌。玩一把王者荣耀赢了，能让体内肾上腺素激增，看一个搞笑视频半天都睡不着，这些都会让大脑在本该休息的时候兴奋过度。曾经有位科学家预言，互联网进入 4G 时代后，在这段时间内长大的年轻人老了，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比例会很大，原因就是要熬夜玩手机。我们要保护眼睛大脑，杜绝在深夜里关灯玩手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球仔的别忘了点个关注。